为了响应救助人权之种的呼声，几位音乐家聚集到一起。没有得病资格的移居劳动者们，因为有共同的朋友在一起，而不再孤独。오늘인권이라는주제로네다소무거운주제이긴하지만자즐겁게다들놀아봐요오케이乐手们的热情充满着整个舞台，200名观众以热情和欢呼来答谢演出。随着演出的高潮迭起，观众们更抱以热情呼应。本次公演是由孟奴屯和赫库尔·博拉等乐队以及西藏歌手卡拉拜巴一起合作演出。由多国籍乐手组成的斯达普克莱克塔温乐队在演出之前放映了介绍有关阿温拿伊威的影像。移居劳动者阿温拿伊威最近患了舌癌，接受了10个小时的手术，但是准备超过千万韩币的手术费用却是一个难题。여러분때문에제2의인생은살아있다고그렇게생각합니다예모든여러분들한테진실로감사합니다阿温拿伊维德的突然登场，使在场的所有观众都向他发出祝福的呼声。观众们用记载着观众祝愿他早日痊愈的祝福话语折成的纸飞机纷纷向他投去。몰랐던점이많았죠그러니까보이지않은곳에서이렇게손석하고이렇게권리를찾으려고많이하고있구나근데같이사는세상인데너무몰랐던점에대해서한국사회의손님인데되게우리한테먼저손내밀어주면서같이희망을가지고소외된자를위해서일하자희망을갖자라고말하시는모습이되게인상깊었고좋았던것같아요这次音乐会的收入将全部捐给阿温纳伊维作为他的手术费。